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收看今日的节目吼。来，耶稣的人生讲座，耶稣甲咱讲，积财宝爱积在天，唔通积在这个地面上这个世间，因为世间吼钱吼，差来甲你淘汰去，啊钱吼，佫较侪吼，我那拢别人的，啊這种故事吼，下当唔免佫讲啊，已经伤济啊，这个道理大家拢总知影啦吼。但是咱要对今日耶稣所讲即句话呢，咱看现代人即卖现代即个社会的时阵哦，伊特别感受着讲，莫怪耶稣当年讲迄句话，因为即卖整个的社会吼，规个社会已经变作一个人讲经济挂帅，都、就是甲经济看甲上界重，所以即卖问题已经唔是讲啊，你的钱要放在倒位啊，即卖问题就是讲，规个世界人的头壳在想的时阵，拢一直在想钱钱钱，对这个起床都是拢钱。你若看讲即马多市区的人，早起床第一件代志，啥物？先看股票，涨美国的股票，涨全世界的股票。今日咱台湾的股票，世界各地头一个先关心的，就是钱，都是钱。咱一天八小时在上班的过程中间，咱所谈的拢是钱。无论你是啥物人，差不多拢甲这个钱吼脱离不了关系啦。下班了出去外面在世界需要用到呢，嘛是钱。朋友在喝咖啡开讲谈的话题嘛是钱。伫厝咧拍电脑网络咧找资料，作些呢嘛拢是关系到钱。啊，朋友咧开讲咧讲诶嘛拢是钱。差不多这规个世界吼，规个地球吼，已经呢去互这个钱甲包起来。地球的表面呢？已经拢叫我这世界各地个钱哦，甲咱包干咧，拢未穿开去啦，包得密不透风，拢未穿开。这个世界已经真做一个用钱来看一切的价值的一个世界。所以你若看到今麦这个时代21世纪，咱对金钱的态度，你搁再回头看耶稣当年所讲，耶稣讲唔通积财宝伫这个世间。你就会知影讲，这个世界有偌大的变化。你嘛当了解讲，这个世界演变到今仔日，甲上帝心目中原本这个世界应该有的面貌，甲目前21世纪的这个世界，已经是完全拢变形去啊！虽然今仔日咧讲这段是讲到耶稣的人生的讲座，这段实在上歹讲，真正上歹讲。当然，其他我啦拢无好讲啦吼，但是。即讲吼，真正特别歹讲的原因，是因为当你要讲叫大家讲钱脉看甲遮重，财宝吼拢积个天顶的时阵吼，你等于是咧甲全世界的对敌嘛，跟全世界对立嘛。因为你要讲的物件都根本都唔是这个时代主流的思想嘛。这个时代是咧教你变哪赚钱，这个时代是要教你变哪管钱。是安怎？耶稣那会讲，将钱卖用伫这个世间这物件，爱将钱用伫天顶，将钱积伫天顶。啊，你讲要哪积咧？啊，银行要多少个银行钱，甲咱寄到天顶去？咱的古早文化真正是钱摕来烧呢，烧纸钱啦。然后人过身了无，咱来去烧纸钱吼，啊烧讲啊，这钱互你去地府吼，啊要用的时阵做所费通互你用安尼吼。耶稣讲咁这个意思。我那提钱来烧烧去天顶，咱只家属、咱的亲人，也是拢咱家己吼先提一钱，先烧挂囥安尼吼，唔是。耶稣所讲的积财宝伫天顶，伊所要处理的，就是讲你一个人到底你活伫世间真正价值伫倒位，所以伊是要处理价值观的问题，价值观。伊是要处理你的时间安那分配，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金钱，其实背后呢是时间。因为所有的钱拢是用时间落去换的啦，赚钱吼，拢系用时间去换。你若是要赚那种辛苦的钱吼，就是出卖你的时间嘛。看一点钟偌济，咱卖人的意思嘛。哦，将我专业卖予你，看一点钟卖偌济嘛。迄就是拢用时间才会当来换到金钱。啊，你若是讲要做生意的人，嘛是同款啊。你做生意的人，你去甲人谈生意啊，你嘛着旅行飞去甲伊的国家啊。介绍你的产品啊，对方如果参考看卖咧，想看卖咧，你也去拜访客户啊。所以这个过程中间咧，要赚到钱吼，拢是在时间。啊，你讲我是一个电脑的工程师，我咧研发一个新的物件，要将新的科技、新的电子的产品，
要研究一个新的产品，爱时间。你的时间用真侪，专业搁甲投落去，最后有一个新的产品出来，就会当换做钱。等下你有钱了呢，再过来投入新的计划，过来研究一个新的物件，啊，然后呢，搁摕来卖，搁换搁较侪钱。这差不多都是整个世界即马在胖呢，拢用一种方式在胖。但是耶稣讲一句话，讲哦，你的钱哦，爱用在天顶。迄、那个意思是啥物？意思就是讲，你要用更加侪时间，是用来伫服侍人。意思就是咧讲，你要做更加侪将来伫天顶人会甲你感谢的代志。你唔通将你的生命拢咧换新台币、换美金、换股票、换个这物件咧，将来拢带袂走。你要拨一寡时间去共关怀，你要拨一寡时间将你的钱用在有需要的人的身躯顶，因为你若用你的钱用在别人的身躯顶，将来在天顶，伊会甲你感谢，伊会甲你感谢。你若用将钱用在家己的身躯顶，无人会甲你感谢，哦。所以这是足大一个差别。不管你赚多赚少，只要你的钱，卖用在家己的身躯顶，用在别人的身躯顶，将来吼，去伫上帝遐吼。不但人甲你感谢，上帝阁还阁算乎你。啊，当然啦，天顶咱是唔免阁用着钱啊啦。所以圣经讲，你的财宝伫天顶，唔是真正你将来去上帝遐领钱乎你吼，唔是这个意思。而是甲你讲，你伫上帝遐将来要得到真大真大的一个赏赐。咱伫节目中真少讲这个部分，因为基督教基本上无啥会强调这个部分吼。因为你若讲啊，你将来伫上帝遐得到足好足好吼。迄秘书敢那咧投资同款咧，迄敢那咧教咱的信徒讲啊，你即马都吼先投资，将来起啊都摕到转来吼。我有当啊，感觉亲像咧刺激信徒心中迄个贪念。所以基督教吼平常时啊吼，未讲真爱讲这啦，吼。不过这的确有影是圣经所教示的啦。圣经内面的确有讲，讲咱即马所做的将来伫天顶，上帝必定有搁较大的赏赐。所以这叫做连本带利，意思就是讲，你这么赚钱吼，你这个钱摕去管管哦需要的人，你这个钱呢，拢用在人需要的人的身躯顶，将来你去上帝啊，上帝会甲你阿乐，讲哦，你做了真好，也上帝会乎你做些赏赐，我唔知迄个赏赐是虾米啦，将来去上帝遐才知啦，哦，除了这个以外，遐所有受到你帮助的人，上帝会讲啊，这都是当年啦，哦。哦，写一个无名氏，哦，写一个祖之名、祖宅的名，都是伊啦。哦，啊，迄阵呢，伊会甲你说多些，这叫做连本带利。所以耶稣甲咱讲，你若愿意将金钱用伫这款有意义的代志，将来你去登去上帝遐时，你绝对袂后悔。啊，你无钱吼，干那会用来买这个足大间的厝，干那拢用伫这种一下就过期的物件。啊！你开钱哦，愈好嘢的人吼，伊在开嘅钱嘅方式吼，是愈恐怖呢。哦，你讲我真好嘢，哦，我买一台车，买300万的车，300万算足好车嘛吼。借问啦，我你开一年，开两年了啦，这个300万的变400万无？没啦，300万反正你开一两年了，到对半剩105万，有钱人伊无差。所以有钱嘅人开钱嘅方式吼，拢是咧烧钱啊。迄钱开落吼，拢唔知哪拢无去啊！好嘢人，伊出去外面度假，伊食嘅物件、用嘅物件，拢用迄落上介贵嘅啦。啊，回来了，借问，遐物件敢带回来？带袂回来？哦，你讲我路边食牛肉面，食百二，吼、哦，但是我去高级嘅店，同款食牛肉面，食千二，借问啦，百二甲千二，敢真正有差侪？我敢真正有必要开价这个千二？我开这个千二又有多少？我什么价值？哦，我开一个百二吃牛肉面有啊，因为我吃了未枵，我就当继续工作。哦，我当回去照顾囡啊。哦，我吃饱了后，哦，我当有气力做足些工过。你吃一个千二，吃出来敢会比人骨较有力？啊，是我吃千二，会当规暝全拢免困。哦，特别有气力，无影啦。我这千二吼，吃一个伤饱，暗时骨较早困。啊，回去又更加无气力，哦，
所以吼、哦，对这个角度想起来的时阵，耶稣甲咱讲的人，你要将你的财宝在开钱的时阵，你要好好认真想。较早讲阿妈咧讲，一块银哦，拍骨落去夹，啊，就是讲要用钱的时阵，你要想清楚讲，这个钱敢真正有值得用，这就是耶稣的意思。你的财宝在这个天顶，就是讲你用的这个钱是真正有路用，有帮助到你，有帮助到别人，有帮助到这个社会。安尼这条钱开落去，才是有意义。哦，啊，当然啦，那好些人讲有咯，我咧开钱，那么是促进景气循环，对不？那么是咧刺激民间消费吼。但是当规个社会伤过浪费的时阵，你开钱已经是伤过头啊。已经是无必要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其实带来一个足无好的结果，就是咱即马即个时代的结果，迄、那个叫做贫富不均，啊，贫富不均，就是当一个社会一开始浪费的时阵哦，当一个社会伊唔免食遮济，伊确实要生产遮济，伊确实要煮遮济，当你安尼做了，这对规个社会带来负面的结果吼，有啦，你有刺激景气啦，哦，但是伊带来结果就是好业愈来愈好业，散车呢？愈来愈散车，所以简单讲，你是咧制造问题，你唔是咧解决问题。古早迄个时代，每一个人拢知影勤俭，所以我这个钱要开无，讲这个桌布要卖我四百，我咧想敢有需要？现代人讲啊，无差，差解五十块。古早人唔是哦，三五就好啦，唔免个四百啦。咱这种态度吼，真正是带来规个社会经济的进步。因为伊是帮助这些消费者，伊唔是乌白在开钱，伊是帮助这些消费者一欠的心态，帮助这个物价吼，拢真实在，吼拢真实在。啊，即卖人唔是啊，当咱无计较乌白开钱，计较乌白花，吼、哦，会当安尼一平，厝一平较早几十万俩，即卖一平当花到三百万，吼、哦，花到政府官员挡袂掉要掠过，这个就叫做炒作。啊、所以这种的心态，耶稣讲这未使。喏、哦，但休困一下，等下了咱继续去。欢迎回来到三百七八。耶稣的人生讲座，甲咱讲钱吼、哦，你真正知影变哪用啦？用伫对的所在，你这个钱才有发挥伊的作用。安尼就是讲，将你的财宝吼，这个天顶啊，真正意义是安尼。你若是无将这个钱当作钱吼、哦，你将这个钱吼、哦、当作一个咱叫做金钱游戏吼，你这个钱吼、哦，开落去拢无价值啊。你讲我这一平三百万，我一平我三千万，我买起未使哦？未使。为什么未使？因为明明这块地都无达得三千万，啊！你讲我有钱，我要出一个足好的介绍，我要出回三千万，你会造成规个国家的经济混乱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有人花三千万创造一个新的行情，吼，人就会学。哦，你三千万，安尼我才两千八百万。你的整个厝价有无？有样学样嘛？整个厝价会全拢压起来，绝对拢对你慢慢压起来。迄、那个数字吼，敢来走尔啦，伊无啥会降，降是小可降尔啦，一直拢升起来啦，往一直升起，一直起来啊。所以国家吼爱出面来管，讲你袂使安尼，因为你讲你好压你的代志，哦，你唔是真正将这个钱想讲，我这个钱摕出来用，是唔是带予别人真正的祝福？你无安尼想嘛？你讲老子有钱嘛？我有钱，我一平要三千万、五千万，阮兜的代志嘛吼，这个是错误的哦。因为你的钱开落去了，是制造出一个社会问题啊。你害这个厝价吼，大家拢对咧走，对咧走。啊，以后迄散的人吼，伊就买袂起。啊，所以散的人咧买袂起呢，伊无厝通住，伊只是人拢咧租厝。哦，所以呢，伊的钱呢，永远都无法度家己欠钱买厝，伊对袂到迄个厝价咧走。所以他永远都是贫穷的一方。嘿，有的人哦，三千万卖掉了呢，伊这栋卖三千万，伊可能计白还佫十几块土地嘞。这个价钱呢，好压起来吼，剩了土地伊卖掉，伊一
困咧谈谈，到后尾惊死人啦！迄个谈惊人啦！迄个谈迄个数字后边零一直跳，你走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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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零啊，你跳一直跳一直跳。迄你一世人哦，你就约袂到的啦。嗰啲专家人哦，一世人大家做阵咧谈哦，你把他探无伊一半个些啊！这就是规个社会经济就全拢乱去啊！这叫做贫富不均，好嘢愈来愈好嘅，哦，那些钱拢差不多引到咧印尼同款，凊彩一块土地买咧尔，也无做啥，也无流汗，干那坐伫遐算钱算到来丢金了，啊，散起来人吼，做甲你死去啊！赚的钱多买一碗牛肉面咧，因为一碗牛肉面将来可能，那照一平起价三千万、三百万，那一碗面可能将来起价千块，你要相信无？所以生活愈来愈困难，所以耶稣你讲到讲规个时代经济阵，耶稣讲出一个原则啦，哦，就是讲钱这种物件，你要有一个观念，是钱在开的时阵，我这条钱开落，它有没有带给我永恒的价值？我这个钱开落去了，是不是真正为别人带来一个真大真大的一个祝福？当你若会晓安尼想的时阵，当咱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在消费的时阵，你拢会去思考，你袂当对人咧流行，哦，人讲这个包包足贵的，哦，这足好，这个这品质咧偌好偌好，足贵你嘛甲买落去，安尼代表你的身份地位，咱基督教无咧行这个路线，哦，耶稣有咧讲，讲唔对，耶稣讲咱人生活的世间，你的钱在用的时阵，钱是足宝贵的，你有能力通赚钱，上帝乎你的呢？圣经讲。得到钱财的能力甲机会，拢是耶和华所赏赐的啦，拢耶和华所赏赐的啊。所以呢，咱得到这个钱财，你也好好用啊，袂当乌白用啊。哦，所以你若将这个金钱好好来使用，上帝就继续来祝福你。啊，你若讲有赚到这个钱，咱一个基督教徒讲，哦，我也是要买名牌，你无照上帝的原则，将来上帝要审判你。上帝会问你，哦，我一个月给你赚要挣十万啊呢？你是安那开的啦？你食物件敢有需要食到这贵？你是青梅无看到边有去吃呢啊？你是无看到人有人营养午餐吃袂起呢啊？你是无看到人别人的生活偌辛苦呢啊？哈！啊，你开钱是安尼开哦？上帝给咱骂，上帝给咱骂啦！所以你唔看我即摆有钱，我好要我变哪开我就安那开。圣经明明跟咱讲，多给谁向谁多要啦。上帝呐，予你搁较济吼，你的责任就较重呢。你钱愈济人吼，你也愈谨慎，你这个钱是免哪开呢？迄钱上帝的呢，迄是先借你尔呢。咱是金钱的管家呢，将来上帝会问呢，问讲你这个钱是开伫倒位去啊？上帝会问你啦，哦，所以讲，耶稣讲，咱来搁爱做金钱的管家。所以耶稣讲，你的钱吼，爱积伫天顶。啊，咱传统的解说拢讲，啊，基督教就是讲钱啊，摕去奉献，才是放在天顶。吼，这个解说，一旦讲是对，但是也不是完全对。你若讲我一个人跋筊，吼，赢足侪钱，我摕来捐，摕来献，敢有去天顶？无，上帝拒收啊，这个钱无得收。哦，教会可能唔知嘛，教会边来知你这个钱倒位来？教会给你收，但是教会给你收，上帝说我没给你收，上帝我要给你提刀回去，我不要收这种钱、哦、你说我抢银行抢来的钱，我要拿去教会现怎么走去天顶，敢有可能？多财收也知道，没可能嘛，你这不义之财，你这种金钱是去人剥削，你这种金钱是赚不应该赚的钱、啊、结果你赚赚来说、啊、这钱赚得这么多，咱提我分上帝，这样上帝给你收吗？上帝要给你收，所以财宝放伫天顶的意思，唔是讲你钱落去奉献箱啊，摕去教堂吼，摕去庙灵管，就拢对上帝遐去吼，无迄落代志。我甲你讲，你根本你的心态、你的态度都唔对，根本你平常时你的开钱的方式，都是唔对，都是无正确吼。啊，上帝要给你收啦，所以咱来做，真正就有智慧的人。财宝这个天顶是代表每一口人，你也知影一粒饭啦吼，要得到都不简单啦，何况是一口人啦、
哦，那个一块银，你定定爱看讲，这一块是不简单，咱连一块嘛，卖浪费，这是基督徒的态度。咱认真对待钱，唔是咧小贪钱，是足认真咧看待钱。每一角银咧开的时候，拢唔忘带着祝福感恩的心来使用钱。安尼你用到这些钱呢，这真真正正吼，这财宝吼，拢将来去到天顶去啊，用在有需要的人的身躯顶，唔是用在家己的享受。后一集继续收看，多谢。来，无讲未爽快吼，一生理做好吼，赚钱的工作唔做，要来做这个辛苦的工作，世间靠种人吼，到底是对什么款人变什么款人呢？咱先请来宾对大家请安一下。大家平安，我是罗俊乾。来。老伯说啊，对生理人变团队人差真多呢，差真多对。系啊，啊你钱咧好啊，但你是赚甲无钱咧倒啊，走路走对遮来安尼吼。唔是安尼讲，我去美国做生理回来，对。迄阵我伫遐有亲身感觉，因为一边 Christmas， 啊哈。剩我一个伫遐，我无惊无过，啊我家己车开咧，就驶迄个 Houston 的610国道，安尼驶一连多一点钟。家己一个伫遐驶。嘿，啊我就感觉，啊来遮赚钱。啊，服侍这些美国人也好，欧人也好，啊，我厝的故乡，我感觉我来这是对啊，唔对？虽然有赚美金，后来我就回来伫台湾，台湾过来啊，我那继续做生意，做个不止啊，真大，香积城连锁店我开六间，板桥这间是同大间的啦，我是无股东，唔过成功大厦也是屏东，也是高雄。啊，迄个大通包的公司，吼、哦，香积城一个月出租600,000，啊嘛租开做，不止啊赚真侪钱，啊，但是赚家吼，感觉真火狂，啊，赚钱就感觉会嚣摆，啊，以钱来得娘价值，啊，以后伫教会后侍奉，啊，就做个啊做个长老，啊，含牧师同工。啊，出去探访病人，啊，感觉做个不止啊，真啊，做个什么中位啦，真大呢吼，啊，得负责聘请牧师，啊，到尾啊，牧师有同我讲讲，哎，老张咯，遐一间教会欠牧师多啊，受助金条，啊，你会当去啦倒卡手，哦，啊，我就安尼就去，吼、哦，啊去就伫遐牧会。啊，当然，世间教会校长兼共监，啊，到尾我就毅然而然把所有的香积城的店拢结束，嗯，啊，我就专职来做团队人，嗯，啊，当然，较早读大学的时候，有那有补修学分，啊，尾后佫继续伫我的母校南神有那有佫继续，啊，就一路到尾后我就按立牧师，啊，就做20当牧会到今嘛。哇！啊，你安尼比较，即完全无同款的生活方式，完全无相同。啊，你会当伫遮感觉人唔是用金钱、数字来得量人生，有足侪当地博会当中，你看到安尼，酸甘甜、酸甘甜，迄个快乐吼，就是你的某嘛无在条体会，像伫个心肝骨啊，有迄个烧热的感觉。嗯，啊，你感觉这个价值是你家己会当享受到的。是。直接要服侍人，对，啊，当然教会的舍礼啦，吼，这一般是拢，甲做生意袂比起来啊，差足多，差足多。你若讲以前吼，爱各种馆的卖几场啊，就有啊，有，啊，超级市场或者开，可能开一礼拜，赚的都比你家正高个较济啊。是，所以直接就感觉，咱会当来思考，啥物话是咱的人生价值？是，啊。啊，这就是咱台湾人会当去进一步来憔悴，对，为人和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，拢总啊做一年当薪水偌济，超过1,000,000一日，哎，洋基棒球队阿罗吼，对，签约10惊死人，30-40亿，40-50亿，哎，钱真正是哦，因为这世人开不了的啦，哎，啊，感觉安尼有迄个价值，但是还佫较有价值的，所以我就专职伫这个团队的，会当互人。听到安尼，耶稣会当互听到，什么话叫做生命永远活？哈、啊，安尼，
所以虽然像因安尼赚到大钱，当然是足快乐个代志。咱袂当讲讲咱赚大钱，啊，迄嘛无快乐。你即句你袂当讲，你也毋是别人，你较知无快乐。要个有个较快乐。对，咱是当讲，哎、欸，但是要个另外一种比，要个较快乐。较快乐。哦，嗯、就是咱来当真正甲人的生命深入到人的心灵，扶持着人，啊，甲上帝做伙在同工。我想这个快乐才是真正是要个较水啦。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感谢罗博士。